有照片吗？只知道他叫董晨，胸前有一个紫色胎记。这怎么又多了一块伤啊？让人揍！哎呀！哎，他倒听话啊！是啊，他不是董晨。我早猜出来了，董晨没那么窝囊。 他也在找董晨，他知道暗号。上面派人来了，不知道。看，就是他打的我。我叫董晨的时候，他反应不对。我想扒开衣服看，就动手了。 真是董晨，就当我给你出气了。刚才谁打我？是你？不会是我。 你朋友挺能打的，这是我朋友里边功夫最差的一个。哦哦，来喝水。打呀！你看你那嘴，你这边喝，这边是干净的。哼，赶紧打呀！ 哎呀，饶命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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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饶
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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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公子呢？那少爷还行。昨天晚上就挨了一顿打。哎，他那个人呢，想不挨打也难。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少爷找了一份送饭的差事，估计应该能查到。开饭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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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，快点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吃饭了，吃饭了。 哎呀，你别急啊，都有都有。慢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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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不行了，走。像是撞的。
很好，谢谢啊。哎，好好好。就是东辰，我再给你一天时间，你必须把他们的名单给我找出来。嘿，那你我又想到了一个办法，我说给你听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是这样的。辛苦啊！哎，在哪儿啊？啊，这个。来来来，都过来啊！说个事儿啊，快点！什么事啊？这个有人在你们街市门口丢了东西啊！你们把衣服都脱了，让人家看看清楚。这个回头也别说不明白啊！好。不脱，别人丢东西，凭什么让我们脱衣服啊？就是啊，凭什么啊？这东西肯定丢在这儿了，钥匙你们谁？钥匙你们谁捡着了？麻烦你们还给我。8岁的时候，我妈送给我的生日礼物。如果没有了她，我的人生就失去了快乐。快！不是说搜钱吗？怎么变成你妈留给你的东西了？哎，你看你怎么说哭了？人家这不正铺垫着吗？哎呀，别铺垫了！要是今天值班的人过来，这事儿咱俩就干不成了。要不就被人发现了，咱俩说不清楚，是不是？行。那什么呀，这个人家老母亲留下的东西啊，你们拿着也没什么大用，谁捡着了呢，还给人家，听见没有啊？
队长。嗯。还好刚才听你的，不然就被他们看到了。就是。啊，走吧，走走。怎么样？走吧。进去吧。慢走啊，兄弟。老妞儿，老妞儿，怎么了？我见你妹了。她是故意进来的，给咱们捎信儿，说发现人里有鬼子的内应。进去。找了哥，来，媳妇，没事，往那睡着。对对对，在这儿，啊，睡这儿。
哦，醒了。睡得好吗？睡得好。你那个帮手身手不赖呀，啊？还行。可是他不在这屋。大哥，上了个事儿。说。不行，那也别可一只眼睛疼，行吗？行。朝辞白帝彩云间，对呀，对暗号啊，我是组织上派过来接你的。我不是。那你一直看着我干什么？我打小就这样啊。哎，好喊！等，歇会儿啊！古人说，不战就能屈人的兵，意思就是，娘的晕了。那就是他呀。近乎是吧？你小子，跟我套近乎！哎呀，别打了！让你套近乎！别打来了！让你套近乎！让你套近乎！让你套近乎！干什么呢？干什么？打来了！哎呀！长官，挨打那小子，他是个地下党，真的。他还想拉我入伙呢！啊！监狱长！哎呀，早就应该给北辰长官接风了。是，但是呢，您忙。那是啊。今天。就让我好好尽尽这个地主之谊，是吧？是。来，长官，吃菜，我敬你一杯啦。吃菜啊，你们太客气了。我们这次来也是为了办公事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不麻烦，不麻烦。长官这次来番禺啊，让我等倍感荣幸啊。是啊，我们这是。求之不得的嘛，啊，是，求之不得。来，干杯呀！来，吃菜啊！来，长官，吃菜啊，多吃点啦。啊，长官出马，
那应该是所向披靡呀！啊，等这次你办完事，我们再为你庆功，啊！今天呢，就算是预祝啊，预祝一下，是是啊！我再敬北辰长官一杯啊！哎，请请请，请请请请请请，来来来，多喝点啊！好，好，好，扯赛，来。俺这个手法在俺那里面，那都是。队长，队长，队长！哎呀，啥事儿呀？我发现了一个地下党。地下党？啊？啥？地下党在哪儿？五号建设。那快走啊！夜半钟声，到客船。同志，可找到你了。同志，同志，下一句。这是吉德湾号，你一定要记住的。我看看，开完吃的。哦，他们让我来掩护你。下一句，他们说我和你对完之后，你就会把东西交给我。是哥们吗？啊！啊！看什么看？你敢打我们俩吗？干嘛呢？董晨，启晨，记得关门，关门，走。麻烦你了，哎，哎，绑紧一点，这吃不住力的。哎，不
我用心。嗯，好。小子，听说你是地下党？嗯，你知道俺是谁吗？ 九混追命审死官，你没听说过我的绰号呀？你没听说过我的绰号？你咋没听说过了？我跟你说啊，你还是老老实实的跟我说，不说也得说。那我倒看一下，是你的嘴硬，还是我的棍子硬？ 说！都说地下党胆儿大，没想到你敢跑到监狱里头来拉关系啊！啊！哎呀，哥，说！我叫做空井仓沙，我是一个日本人。啥？ 我是日本人。他说他是日本人。你竟敢冒充皇军？说呀！我让你说，你别想活了啊！我让你说，啊，说呀！可以啊，你这功课做的够重了啊！啊！ 还敢专门去学说日语呀？我让你说，你让你说，说呀，说呀，说呀，我让你说。来来来，干杯，来来来，干杯。等我们大东亚共荣圈建立了，我邀请你们去日本喝清酒，看樱花。 哎呀，太荣幸了，太荣幸了！哎，荣幸！来来来来，吃吃吃吃！太荣幸了！监狱长，赵大师，什么？已经抓到审讯室了？哎，去吧！哎，怎么了？啊，五号，我今天抓了个地下党。 孙子嘴够硬了啊！请，请，请！你们全都要死！说，是不是查到董晨的消息了？他叫什么？他叫什么？告诉我，告诉我他叫什么？ 告诉我，为什么每次关键的时候都要有人死？告诉我，告诉我他叫什么？告诉我他叫什么？再说一遍，再说一遍。 五号间，所有的犯人马上集合。是是是，走走走走走走。快走！
这样啊，原生提不住。一行白鹭上青天，他去给日本人报信了，你也暴露了。那你得安全的把名单送出去。 名单在哪儿？是。好，我喜欢不屈服。看来你的口味很重啊。 多美言几句。那几个狱警，我已经把他们给查办了。哎哎。
这是我一点小小的意思，还请你务必收下。去抓点人回来，把钱补上，快去！哼。